同学们好，我们这一节呢要画花的梗，花梗子呢其实跟那个梅花跟坐姿差不多。我们有了画坐姿的一个功夫，跟画梅花的功夫以后呢，画这个花字呢，这个很随便了。但是我也要示范一下，因为它里面的变化呢，跟梅花跟那个坐姿呢有不同啊。里面呢也要注意那个枯水浓淡啊！我一直强调啊，你看我用这支笔来画啊，画的时候呢，你先从下面放出去啊，放出去呢你也要有顿挫啊，这样，那么上面啊，因为它这个花杆子呢，各种各样的花杆啊，我们现在呢有，这是一种前面的一种画法啊，那一顿啊，那这样，那么这一次那个。比方作业没有这种画质的啊，作没有这种画质的，那梅花倒是有的那么，所以呢，那它也可以呢从这里画啊，这一画，画的时候呢，你这一个呢出去了以后呢，这里要辅助一个啊，辅助两字相交，在这个画布上又怎么有一个一笔啊，那么再上去。你呢？水少了，你要慢一点啊。这个呢，我要不断的讲，这个技巧呢，你一得法以后呢，你画什么东西呢都好看，就是这个道理一样。那这个字啊，那么再变化一下啊，比方像牡丹花啊，下面这个根部呢。梗子呢比较粗犷粗犷以后呢，你用枯笔咯，枯笔你枯了出去以后呢，你接下来呢，你可以用淡淡的墨水色的墨水润一下润一下，润它一下呢，它等一会呢，把这个枯的呢慢慢的生化开来，那么就匀出来你看，有枯有实，这个味道呢就比较，很有看头了。这里带啊，让它带好了。这里过去让它带好了。你觉得带，那么你可以用胶墨来点一下台，这个是墨本的花杆子，基本上都是这样的，也就是说，梅花也是墨本的花差不多桃花，都是这种，就是它这个，里面这个结构稍微有一点不同，就是颜色有点不同，就是，但是我们要练这种呢，经常要练那这你看，这笔也竖起来不要弧下来比方你在上面，你马上这笔，吐下来，吐下来这样子，个要不得你看这个笔呢不好看，你一定要竖起来，你看我竖起来画竖着画的，跟这样凸的，两比较一下看，不一样，味道完全不一样。我再强调一下呢，这个笔呢是属于那个圆锥形的锥子呢，它是往这样折的了下去，你那个力量多少大？那个如果这个锥子你这样下去就没有力了，垮掉了，这样更加不行了。道理就在这里，你们要记住我是不厌其烦，一直在讲这个问题。我们接下来呢，就画这个红料的字迹。红料字迹呢，它是用墨过的，直接用颜色来画出来的。在这个淡绿色的笔上，蘸上一点胭脂，那么直接这样中锋出来的。你看，它一笔里面有绿的，有红的呢。不是绿的画好以后再补上那个红的，你看了而且浓淡有节奏。一气呵成的，
啊，那么我们来试一下啊，啊，我们在那个啊带的草绿色的啊，这个壁头上啊，基本上饱含着这个颜色。那么我们呢，这个颜色呢也不要饱满啊，饱满呢，那我们沾上一点胭脂啊，头上呢要稍微多一点啊，这样呢，啊，那么你从下面开始画，画好像画那个竹子一样的，哎，蹬一蹬，哎，一蹬啊，出来，哎。那么这里哎，一蹬哎出来哎，哎出来哎，你看啊，出来了，哎中间那个绿，边上红啊，那么这个枝呢也是这样啊，我们再一点红的啊，这样的红哎，这样一蹬哎。再一下，那么这里再画过去，嗯，这样啊，一边，那也可以再一下，哎，上面红一点的，那么多再一点啊。哎，你看，像这种笔呢，也是挺有味道的啊。红的一蘸啊，那么你看啊，再，停留一下，就绿了啊，又红又绿，哎。那么绿的颜色再不够了，再蘸一下啊，再的红啊。哎，你看出来了，哎，这个也挺有味道的。红料花，哎，你去观察一下，是这样的。好，我们再换一种啊，同学们，我们接下来呢，就是要教大家讲啊，这下面一些草啊，我这根啊，这种呢也是画花卉当中的一个必要的一个部分。啊，你看，不要看这些枯草的根啊，或者扎根的茂草啊，这些起到一些陪衬的作用啊。因为花呢，跟叶呢，基本上是很大别的点。那么下面的一些细别的、很瘦的啊根啊草啊，起到一些辅助的作用，就增加了它的情趣。所以这个我们画的时候呢，也是必不可少的，而且呢。它这个功力呢也是相当讲究的。如果你很随便的话呢，有的人就是我们讲那个造假的话呢，它上面的画的很像，就是下面的草画的不好，为什么呢？草上你看都要借功夫的，它一笔一笔都要很有力度的，而且它的交代的笔画很讲究的，不是随便来画的呀。所以呢，我们也要很重视它。我们可以用那个手笔来画啊，这边呢，我们扎实里面呢放一点墨啊，我们这样画啊，你看，很要有力了，很有力量，枯湿浓淡，你看那个都是你看呢。它的交代变化参差，你西来好像是很疏疏攘攘的，我这是寥寥数笔了，也是很难的，你也要达到，你多一笔不行，少一笔不行，要有这种结构，那就是很有味道的。你看啊，
水少了就是慢一点，这样都要中锋。这时啊，拼一点嘛，一些秋天的花，下面画一些枯草，这个味道呢也是，就是从那个松跟紧的关系，上面呢是紧，那么草呢，很随便的，很松林的，这样的级别。这样啊，你要照我这个样子去练下来，挺有味道的。这个六朝呢是，比方是春天或者夏天啊，扎住这个花的杆子的啊，那么我们用那个16啊，或者藤黄啊，那么现在向上啊，向上生发的，要有势，有劲，但是这个劲，你看，都是，要收得很厉害的，你看，这样，出气，但是还是，有力的收住，那么这里有的课呢？接下来马上用湿笔，用湿笔补充一下，这样就有味道了。你看我下笔的笔势了，我很用劲的。当然，我这个用劲不是用那个使劲的，很灵活的。你看，这样的，很松灵的，这个手腕很松灵的，哭啊是交大起来。很随意的画啊，那么我再画这个草啊，当然这个草呢也要有变化的啊，那么春天的草呢，跟那个秋天的草不一样啊，春天的草呢，你要画的嫩啊，嫩呢你要有，但这种浇的了，其实就是，就是画那个小的兰花一样的，如果你兰花画得好的话，你画这个草是，不成问题了。再放一点花青，那花青呢有点深，那有深有浅，这样。你这个草呢，其实就是小的兰花了。所以你兰花画得好，画这种草是无所谓了。沾一点花青，这样呢，有的变化，有的深，有的浅，这是春草啊，还有一种草呢，是称为爬根的细草，它是弯下来的啊，我们也可以用那个啊，16、16啊，藤黄啊，来混合来调啊，那么也可以放那个扎实，这样下来。
画的时候，你看我的执笔的方法，哎，跟那个印歪的，哎，一种力度，哎，你要注意，哎，看我好了。那么你自己呢，也跟我一样，哎，去试好了。草虽然是很歹的，哎，它的力度呢，哎，非常，结实的。你看，枯了那你就卖，就卖。哎，一般人不懂，这样枯的好像是叭叭叭扫出来的，不是这样卖的。好，同学们，刚才讲的草呢是都是长的，我再尖的一次。现在呢，我们要教大家呢。是下面一些台的啊，就是大叶子的一些草，譬如像蒲公英啊一类的东西啊，那像这种啊，或者是一种点的啊，还有一种呢，像下面的亚柏荠啊一些草啊，那么这些呢也是比较难画的，你不要看轻视这些东西，哎，它也要有是点多各方面，也要有结构啊。那我来试一下啊，我也是用大柏荠啊。那么，在那个淡绿色的啊壁上啊，你可以蘸上一点啊花青啊浓的花青啊，花青上面的啊，这个我放点水啊，哎这样啊，它的叶子的基本上这样的，你就这样的呀。那么或者呢，它的哎这样一边叠起来啊，这样呀。这样，那么这里一组啊，那么这里也一组哎，那那封都是中封的哎，你看也很饱满的，那么有大大小小的叶子哎。这样叠好以后呢。那么中间呢可以放一些杂石，因为一些枯叶的，哎，底下有一些枯的叶，哎，这样。那么边上呢也画一点啊，一些瘦长的一些草啊，瘦长的草呢，你可以弄点哎，藤黄杂石啊，很复杂的一些哎，颜色复杂一点哎，这样的哎。刚才跟画长叶的草一样，哎，你也要有点多，哎，也要有奇人载荷，哎，总而言之，你要有变化，哎，放一点墨也可以啊。当然，有的呢，你还可以。中间呢，啊，用墨啊勾它的茎也可以，像蒲公英一类的东西，哎，这样勾一下也可以，啊，那么其他的小垫子的叶子呢，也有很多的，哎，那么你那这样啊，像这样滴啊，当然你也要一株一株的，哎，也要浓又淡，哎。这也不能马虎哎，要沉住哎。那么你可以啊，用浓一点的花青啊，啊。那么其他的呢，好像小的盆地呢，哎。像我们山水画里面这种点子呢，哎，当然就是大一点的，哎，这里，因为是花卉下面的，哎，这种大的点子，哎，这样，你点的时候呢，也不要太均匀，你看要有，哎，又疏又密，哎，这里呢密，这里疏一点，这样，那么这里不就加两点，啊，要有疏有密，那么这些草呢，歹的草也有啊，刚才是长的草。我们再画几笔黛草，
傣族草呢，你看啊，我在这里画啊，傣族草呢也可以从，从下面画上去，当然了，也要有疏有密，有长有短，那也可以呢从上面画下来，这样的。不管你上面下来啊，我这是下面上去，这种笔势你都要有收，都要有力的收住，那么这样呢，就是看起来有味道，那么包括你这里好像浓，那么你放一点水啊，你淡一点，淡淡的。淡淡的也不能否，也要有鉴别。这样，下面点击的草呢，就是这几种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你都观察一下啊。那么你可以再回家去再自己练自己试。我们这一节呢就结束了。我们接下去呢就要教大家呢画昆虫了。昆虫是很有趣的一样东西。我相信大家呢一定能画好，好，下次见。